家好，我是走三二哥啊。看，这是我们这块开化的，在这个河岸上发现了这个很多这个死鱼啊，都已经冻了这个冰下了。看，这鱼已经很长时间了啊，这个眼睛都已经这个憋了。咱们今天把那个打过的冰，深捞一捞，看会是什么情况。哎，来回来，哎，大鱼，想不到啊，叫大鱼，想不到啊，这里看。这鱼可尿了。去年呢，这块这个我们大兴安岭这个平均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这个-35°C啊，一般这种小野塘子都被冻绝根。咋这么小啊？你问他一整啥呀？这个大兵按什么按？整按什么？因为地眼儿不大的。我想上啊。你看上干啥？不是，我就会这样。来，再打一打来。哎，来活的了，这儿来。哎，快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，得了小捞子呢。嗯，捞了吗？啊，又来一条，我来，看，再嚼点，再嚼点，很重很大，嗯，过去，都肯定不能捞走。这家活的，死啥死啊？你那装死呢？哎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洞河底这个啊，这个洞绝底了。这个现在开车一画，这鱼竟然都活了啊！看不着，尤其是那个刚才看那个老头子啊，那家这地方都是这几种鱼都是会冬眠的啊。你们老哥活了。这小子，你说小兵捞了，你捞上来了，这打一锅，你打一锅，我得打一锅，我得打锅，正好打出来，真的，真的，捞出来，那冻死的行啊，啊，冻死的行。上月。